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，你其实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，让我们聆听一下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千玺。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您叫什么名字啊？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千玺。你好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，能够参演一部对中国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影片，我非常荣幸。你总是能看到那些画面，在他们口中只是术后产生的幻觉，只有我确定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，一定有敌人，我必须抵挡。只是在证明这一切之前，我得当一个正常人。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，少年的你，易烊千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保护世界。做得到吗？那说好了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我姓李，但我的李却不是唐李，乃前朝隋李。五六十高门望族，七岁与张角成，九岁与太子交，河间是武士，王忠嗣将军是胡人，一随叶法上师修道法几世，圣人常召我们练道法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。大家好，我叫易烊千玺。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里面年龄最小、个子最小，但是舞蹈最棒的易烊千玺。组合里面最小，然后最高冷，然后舞蹈最好的易烊千玺。大家好，我是话比较少、慢热的。但你还是能在不经意间带给大家感动。希望你可以早点睡觉，多点休息。希望你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永远自由自在。你今天开心吗？我也很开心。其实今天还给你们准备了另外一个礼物，就是在你们那个口袋里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手写的1600封的小卡片。卡片上面我写的是今天要开心哟，或者是必须要开心哟，反正就这样的话。叫我人生幸福。